Hello， 猜猜这是啥玩意儿？猜猜这叫什么？叫那个什么洋百合啊、哦？好像是吃里面，吃里面的花瓣，好像是。可以蒸着吃、煮着吃、蘸辣酱吃的。到底能不能？咬不动这块，再往里面，里面应该是里面嫩。洋百合还叫一个名叫爆什么，那个字我不认识。很多含苞待放的百合花是吗？儿子。有股什么味儿呢？你要不要尝一下？你看，它有股，你来形容一下。有，咬一下，你尝尝这是什么味儿？看看，就是里面的花苞，可能是，就吃着里头。就是形容不出来，我没吃过这种味道。那你的时候你要我吃，哎，这为什么这里面有点苦呢？给我点，给你吃，你还要吃啊？不咋好吃呀、啊、你整点大酱蘸着吃能好吃的。你给他们展示一下你给他吃的玩意儿。哎呦，我儿子搁那块那还啃一包劲呢。这玩意儿属实一点都不好吃啊，就是买回来看看，我看有吃的，在快手上有吃这玩意儿的，我就想回来看看，叫洋百合，还有他们用这个做酒泡酒的。嗯，哎，那个很奇怪的味道，就是蘸点整点辣根，蘸点辣根吃嘛。哎。啊、哦，花心儿啊，别吃了，你别吃了，妈妈吃点吧，别再中毒了。你别吃了，妈妈吃吧。啊，这还太硬了。哦，看见吗？这里面还有花心儿，花蕊呀、啊，那是花蕊。看见吗？这是花瓣，等它开开就会开。应该是花瓣什么的。哎呦，呸！这里面的毛扎人呢。妈妈。哎。我吃到一股甜味。有一点点甜味。这是最后嚼的。散会吧。有一点甜味。嗯。